是起跑的距离呢，助跑距离是9到12步，有些选手呢会更多一些。我们现场的这个场地的宽度呢跟正式的场地稍微有一些区别，所以说大家选择了更长距离的这样一个助跑，来加强到起跳的时候这个横杆之前弧线的一个助跑距离，所以大概呢会采取16步左右。